想要古铜色肌肤，天然晒比不上人工好。网友十八铜人想拥有健康的古铜色肌肤，该寻求医美使用助晒机好，还是直接晒太阳就行了嘞？当然一定要晒古铜，一定要到那个助晒机，因为日晒的话会晒不均，而且会晒伤。助晒机可借由在皮肤上涂抹感光剂，帮助吸收紫外线，也有防晒效果。每次约3到5分钟，可晒得比较均匀，晒伤几率也小。若真要靠日晒，建议晒10分钟左右就应该马上进入室内，补充水分，把皮肤的温度降低。外面晒已经感觉有开始有灼热、炽热的感觉的话，那其实要停止晒，否则的话皮肤会又晒伤，那会稍微起水泡。此外，即使有涂抹防晒油，仍不建议户外持续曝晒，恐增加罹患皮肤癌的风险哦。生活中心台北报道。